端午节很多人会佩戴香囊，中药香囊具有清香、驱虫、消毒、防病的功能，虽然好处多多，但也要注意使用方法。有些人喜欢把香囊挂在身上，如果是挂胸前，尽量距离鼻腔15厘米左右，不要太近。晚间睡觉的时候可以放在枕边。香囊使用时要注意防水、防潮，生霉虫蛀的香囊要及时处理，不可闲置太久。一般来说，香囊使用7到15天左右，药性完全挥发就会失效。如果要继续使用，就要更换。这里也要提醒大家，严重气虚者、气阴两虚者、慢性病患者，还有对配方中的某些药材过敏者，都要慎用香囊。另外，也不建议过敏体质、哮喘、孕妇、新生儿等人群使用香囊。祝大家端午安康。